在最大风力上自命中中，流年步调越走，何时情未起浪，一千个问题始终不变结中，奉上全玫瑰，配合柔弱声线，用惯性字句的心思，永不变。是你红红笑脸，令快乐上堆烟，相拥这半生。打個招呼，大家好嘛，開心嘛。其實就我真係有少少驚嘅，即係琴晚咧好多甩碌啦，都係因為我，你知啦，如果識得我人都知道我幾大頭蝦噶啦。咁我心家係仲喺度驚緊嘅。咁希望你哋嗰啲掌聲咧，即係歡呼聲啊，尖叫聲，我一概財聲。Thank you.
知你幾時拍手都得㗎啦嚇，即係我唱緊呢個拍手尖叫又得㗎嘛 ，no problem 啊。即係多啲嘅時候咧，咦今晚咩聽唔到你講咩啊？好靚仔，你又係做女童軍人行一時都不錯。不過咧可以同大家，哇咩先？我見到好多老朋友，阿寶又喺度啦，哇！即係今晚亦都有好多同學，咦啊，傑玲姐啦，咦啊，麗怡姐啦，啊，女方姐姐，唔係女方哥，係啊 ，Joyce 啊 ，Joyce 啊 ，Thank you， 咦 ，Phyllis 咁多，我啲好好嘅歌迷啦，多謝你哋真係 ，Thank you，Thank you， 其實出面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嗰啲嗰啲波波咧？係咯，係佢完全係佢哋啊，即係俾錢出嚟做嘅。所以 thank you very much。咁亦都有好多嘢。我今晚先睇到上面嘅朋友，我琴晚睇到上面有人嘅，你哋好嗎？但我琴晚睇到兩邊，我以為係燈嚟嘅。我今次睇到有手有頭嘅。Sorry，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我希望你哋睇到入面啦。不過咧就係咧，同第一行嗰啲就，係陳醫生嗰度啊。咁咧就同你哋撒冧先，因為咧場館嘅規限咧，我同你哋一定要隔呢個8尺嘅起碼。咁所以咧我就唔落得嚟，即係唔可以握手添。原先咧即係我哋諗住喺呢個場館度做 show 咧，就可以比較親民啲啦，可以落嚟同大家打下招呼啊。點知原來龍口反轉。原來仲係距離遠咗啲嘅，希望大家唔緊要啦。再一次咧，跟住係我想俾掌聲你哋咧，就係多謝你哋嚟支持。今晚有世界盃都唔睇，咁咧就即係我就會盡量我最有力量唱快啲嘅啦，咁大家翻嚟睇。今晚係咧，今晚我唔知道邊個打邊個先。我知我啲親戚亦都嚟咗嘅，我唔識佢哋。佢哋有嚟位置啦。其實講真咧，即係你所有朋友，你哋坐邊度啊？我都知曬，因為你哋訂嗰啲飛係 through 我手訂，但就分位就唔係我分嘅。咁咧就anyway， 今晚咁多人喺度，我亦都唔怕同大家 share 一啲我嘅問題好嘛？即係好多人問我點解呢個 show 叫做我是音樂人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過去呢兩年啊，我哋係。經過了很多事情，即我不想講了，不過也要講，因為跟大家真很坦誠地說，這兩年，過去這兩年是有疫情，很多事情我們都做不到，工又回不到，學又回不到，又不可以去 gym， 又不可以游水，又不可以打球，又不可以吃飯，又不可以探親戚，又不可以去看醫生，又不可以探醫院，又不可以去老人院，又不可以，又不可以去奔喪，又不可以結婚，又不可以扔波拿，更不可以打麻雀添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咧就日日咧都過去即係呢年幾兩年咧就只可以做嘅嘢咧就係落停車場。我住嗰度又下邊有停車場就行啦，或者行山啦，又或者喺屋企咧睇戲啦，又或者屋企咧就睇書啦、聽音樂啦。但係久而久之咧，我真係發覺自己咧有啲古古怪怪。怪怪，惡惡喪喪，有時瘋瘋癲癲，但亦都有時咧係有啲飄飄忽忽嘅。你哋有冇咁嘅感覺咧？有咧，係啦，即係好慘跡嘅。咁開始咧就懷疑我自己係咪真係即係做乜嘢都好似冇曬 passion 咁樣嘅。嗱，即係講啊 ，Gregory is some good dramatic 咧 ，so dramatic。Okay， 所以我一路喺度諗，就係點解即係我自己會咁樣有時咧，係喺屋企無所事事過去呢兩年，咁係咪我自己真係出咗事咧？咁啊冇理由㗎，我咁多年嚟我冇咩 depression 啦，亦都冇咩憂鬱嗰啲㗎。嗱，咁咧就我偶然間瞓唔著啫。但我的而且確係覺得係做好多嘢咧，係會有一個 passion。咁當然我自己就會諗，係咪同我細個嗰陣時啦，
有很多關係，因為大家都可能聽過 Freud stage 啊 ，Sigmund Freud 啊，或者 Carl Jung 啊，咁好多嘢，我哋今時今日嘅思維，我哋今時今日點解會係做到音樂人啦、啊？可能同我哋細個有關。So,六岁当天刚记起，哆来咪当中找我道理。未爱古板的游戏，爱上声音里来唱出心意。呀，细个就讲，不懂得追寻名利。喜欢考究乐理，就算一开口别人不及我或者边缘受气，已未怕死。林同学，呢一个系合唱团，唔该你唔好将佢变为独唱团。Out， 从何唱起？台边嘲笑是我的未忘记，琴声喧哗是各自奏起，唯恐枉费心机，台上冷雨未能逃避，这世间已经很美。最佳编曲千差十首十大金曲，心碎心难寻。都市最佳合唱歌曲，寫曬歡迎男歌手金獎。現場總算流利，抱緊的只得一個道理，讓每首歌中奔流出一韻傳記。天道變色，你會死，從何唱起？曾经拥有的我并未遗弃，为了更新与人下对比，赢得欢笑与伤悲，融入歌声跟你远飞，何其会美？登上这天继续接近你，难得知己把快乐唱起，从歌声里再起飞，谁有你那颗地？已经很美。乜佢除咗唱嘢嘅咩？哇，真系冇知识。成日都帮人写歌，都唔记得自己唱歌嘅。啊，呢位小姐有见地 ，thank you。哇，佢又吓人咯、哦！你睇佢上镜几肥？我知错。但呢個亦都可能係社會嘅錯嚟嘅。老公，我唔想你咁講，你又記得講嘢啦。呢位太太真係有見地，亦都好識嘢，有義氣啊 ！Thank you。嗱，計我啊，佢應該用博物館啦，卑鄙啦。嗱，計我啊，我都應該送你入博物館。冷静啲，冷静啲。嗱，计我话，我哋每一段人生一定会经过不同嘅境界嘅。世卫嗰啲先系话，30岁至到70岁先系中年嘅，所以我都系啱啱踏入中年啫。So， 使乜理会人哋点样讲我啫 ？Who cares？